好，看一下哦，感觉有点后悔了。啊，有没有？他是发抖。不是绕脚，绕脚对你们太难了。好，速度够快。脖子不会断，完了。脖子不会断。好，再看一次啊、哦，这个叫二先传道。好，速度要够快，稳定。好，绕过来。这样脖子不会断掉。喂。好，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请你不要打到自己的头。好，你们现在的小朋友他太可怕了。好，绕过来的时候。好，这边不是不能操铃啊，你不是说会打操铃，因为你们会练习的，就可以开始练习操铃，但是请你不要把你的铃瞄准别人家的头，还头在这里，头